接下来的话，今天最后我们就是把那个录制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的过程哦，还有修改稍微讲一下。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有期中报告专题，不见得要做啦，但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当然你可以把它加上去哦，当然是最好哦。那最后我们希望怎么做呢？这个历年签到折现图嘛，那我这边把它这个名称先复制一下，我把这个删掉一下。那所以你做之前就先彩排。那彩排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这个也是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你先，枢纽分析表先做，然后断点结束，那个叫也许简称叫枢纽表好了。然后第二个的话才是画图，就是分两个巨集哦。你不要说要一次全部做完，全部你会发哇，那个程式这么冗长，你光看都觉得看得很累，而且很容易错误啦，哈。所以我们分两阶段，那第一阶段我先做一次啊。第一个就是什么插入枢纽分析表嘛，还记得吧？哈，然后呢，我们就是，把那个什么呢，按确定之后有没有？然后把年拖拉到列，再把年拖到值，OK，好，然后再把它怎么样？还记这个？不过跟各位讲一个哦，可能会发生错误哦，就是录制剧集的时候哦，它如果直接先拖拉到列，再拖拉到值哦，会错误，所以请你颠倒，也就是说你先把年录制的时候，请你先拖拉到值，再拖拉到列，它录下来剧集才不会发生错误哦，这点可能要特别的小心。OK，那你说为什么要颠倒哦？其实我跟各位讲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每次录就错，录了很多还是错，后来我偶然间发现的，我说那我把它颠倒一下，录完之后直接居然正确了，但是我也没答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了一下官网也没有说，OK 哦，所以你说有时候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很多其实都是试出来的啦，坦白讲，哦，有些规则是怎么做，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我试试看，OK 好，那这样 OK 可以就没问题了，啊，因为我也教了很久了，所以这么久的时间也都没出错，那表示应该也不会再有错了，OK 那就对了嘛。哦，所以有些答案是怎么出来的？有时候你看一些理论的时候，看半天，其实倒不如你再踹一下，OK 就可以了。所以实作面是这样的，就是对的就可以了哈。好，那再来的话呢，最后把这个隐藏起来，还记得吧？这个把隐藏的话，就把它打勾取消，哦，打勾取消，按确定，这样就完成了，动作不多哦，OK。所以把它怎么样？啊，最后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名称改成什么"历年切到折现图"这样子啦，OK 哦，所以改个名称。不过我想步骤，也许这个后做也没关系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喽，录制剧集了。啊，把刚刚的动作做出来，所以这个名称叫做枢纽表好了哈。这时候跳出来 copy 了，叫枢纽表，OK 好，然后按确定就把刚刚动作做遍。插入枢纽分析表，按确定，好。那接下来的话，记得哦，先值再列哦，你不要颠倒，颠倒就错了哦。这个拖拉过来，然后再把这个列标签，把这个打勾取消，啊，就是102、103哦，按确定，那这样就 OK。OK 之后的话，请你把它怎么样，停止录制，所以开发人员记得切回来哦，哦，把它停止录制的，好，这样完成。那再来就把这个工作表二把它删掉了。好，删掉之后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刚刚录下来的那个枢纽，录下来程式在哪里？在剧集里面会不会有枢纽表？有吗？对哈，OK。但是你现在执行呢，你会发现一执行之前执行一定是正确，但是现在执行会错误呢？一执行马上发生错误，为什么？斟酌一下。啊，以后啦，假设你错没关系，你就改就好了。哦，有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自己用推的推得出来，如果实在推不出来没关系，你就可以自己再去看看哦。那其实这边错在哪里哦？其实你会发现哦，哇，这个程式怎么这么长一串，光看就觉得可怕啊。不过我跟各位讲哦，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发生在哪里呢？这一行是续值，以后看到续值工作表。点 add 的话呢，实际上哦，第一行的叙述其实就是说帮你新增工作表的意思啊，哦，add 到这边了，所以这边会多一个新工作表，这个就一个新工作表哦。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哈，
它这个地方会出现有一个叫做 active 各区比例图的 sheet，所以这个显然是因为它前面有这个其他的枢纽分析表，所以我建议这个录制的时候恐怕还要把这两个把它通通砍掉，这些都通把它砍掉再录制会比较好，不然的话它会以前面的那个枢纽分析表的资料为来源。 会发生错误，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 NG 了。那 NG 怎么办？就要重来了，所以假设了，OK， 好，所以知道说啊，记得把它停止，把它停掉。我先把这个先删掉，前面这几个把它删了，这边把它删掉 ，OK， 反正就保持最原始状态，其他都没有，这个时候 NG 就重来，怎么重录制？一样的再录制巨集，再一样的名称。 他会问你要不要取代啊？取代好了 ，OK 哦。然后呢，再一样的动作，插入枢纽分析表，然后按确定，然后把年拖到池，再把年拖到列，然后再把这边呢把它打勾取消这三个，按确定，然后再把它停止录制。OK， 这边的话停止。好，然后呢这边同样哦，如果你要踹一下，一样把它删掉，然后再让它重新撞撞看。 枢纽表执行，但是应该理论上也会错了。那错的地方就跟刚刚的位置一不一样呢？这个时候的话了，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呢跟刚刚的这一行程式是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错在哪里？其实当然了，如果你敏锐度高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叫什么？ 工作表五对不对那它里面有个参数叫 table destination， 意思说它的表格要放哪里呢？工作表四，有没有？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目前它帮你产生的这个新的工作表它是工作表五，可是它这个名称却是工作表四，所以除非说啦，如果你要让它正确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边改成工作表五。 它其实可不可以过呢？我按 F8好了，F8，这边这个 ，OK， 你会发现呢，它就可以通过了。不过问题来了，那如果假设啦，因为它这个 sheet 点 add 的话，它每 add 一个它的工作表的编号都会加一，所以下一次呢又变成工作表六，下一次工作表七。 那你说老师，那我每次按一下，我不知道再改程式吗？对，所以显然不合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边的叙述你可能要把它改一下，你就不能用叫做什么呢？工作表多少的名称。不过啦，跟各位讲其实我后来想一个方法，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干脆做一件事，就是直接把这边有没有，直接怎么样把它删掉就好了。也就是直接告诉他说呢。 我不告诉你哪个工作表，反正就是那个工作表你我不用告诉你，就知道就是这个工作表就好了。所以其实第一个如果假设录制完之后，你要让这一行不出现错误，直接把工作表几加上惊叹号把它 delete 掉。但是 R3C3这个不用删，不能删哦。这个指的是哪个储存格哦 ？OK， 那 C 指的是栏 ，R 指的是列。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A3 的意思啦，所以意思就放 A3， 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放 A3 所以第一个如果假设你要修改，录完之后呢，要改哪些地方？第一个，请你把工作表几惊叹号删掉第二个的话呢，你会发现这边又错了，什么续的四啊，这边没有，明明是五啊，所以请你把这两行跟这删掉了，它要指定哪一个？这两个我觉得是多余的，所以再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两行直接 delete 掉。 当然，如果你不delete掉可以在前面加单引号了，或者是直接上面工具的按右键有一个编辑嘛，编辑里面其实这边也有叫做使程式变为注解的选项，按下去之后啦，这边就变前面加那个单引号，那这两行就被不执行，然后还有哪里啊？还有各位有没有看到 with 到 end with 这一串。 我印象中这一大串其实通通都可以不要，因为这些叙述好像都是一些预设值，所以我印象中我是把这个 with
到底下的 anyways 通通 delete 掉。OK 哦，那这样的话呢，哈，程式就会变得比较精简的。那你可以看到哦，底下这些应该就其他就比较看得懂了。底下就是，枢纽分析表把它拖拉到值，再拖拉到列，然后在这个就隐藏有没有三个资料嘛？ 102、103、113，这样就 OK 了哈。所以其实我大概改了几个地方嘛。第一个就是把工作表 table destination 后面的工作表给删掉，然后把这两行看要删掉，或者是把它注解哦。然后另外就是下面这个第一个的 with 到 end with 有没有？本来这个哦，把它直接删除就可以了。这个 with 到 end with 这一串是最长的，把它这个其实这个不需要。好，理论上呢，我们枢纽表哦应该就已经修改好了，这个上面的注解可以拿掉。好，就是变短很多了，有没有？好，那剩下来的话，我们来试试看哦。所以把它这样按右键删除哦，重新再让它执行，看看会不会成功。枢纽表执行，这个都是成功，有没有看到？工作表六了，啊，再把它删掉，手动删一下哦，再让它跑一次看看。枢纽表执行，有了，不过它每次都跳工作表七了，有没有？所以哦，如果你要让它 run 的话哦，怎么执行？这边按一下。枢纽表执行，它又变8了。OK， 好，好，所以呢，请各位哈、试着把那个枢纽表的部分呢，做一个录制，好啊，最后修改的部分呢，大概稍微记一下了。这个其实也不难，但是就是注意一下位置，在 table destination 后面这个工作表多少的惊叹号删掉，留下 R3C1 然后还有这两行。看要注解或删掉，因为它这个指的是某一个工作表的某一个储存格，这个我觉得有点多余，然后再来就是第一个区块的 with 到 end with 那一段是预设值，删掉没关系，所以留下来的话呢，看到就是长这样子 ，OK， 但是啦，可能我比较希望是说它帮我新增之后，最后干脆直接帮我把这个名称，不要叫工作表多少，我希望直接就干脆帮我怎样改成那个工作表名称叫历年切到折线图好了。所以最后我的习惯是，如果你希望让它重新命名的话，我会在 add 的下方多写一个，可能要自己写就是跟他讲说你新增的那一个工作表，那个工作表叫 active， 如果你要指向哪一个工作表叫 active sheet 工作表。就是指的是目前被你新增之后的那个工作表，就活动当中的工作表的名称点 name， 它等于什么呢？等于叫历年切到折线图，就把这个名称打上去。好，这样就 OK 了。那这个主要的作用就是说，当我新增这个工作表的时候，同时把它名称变更 ，OK， 就多这一行嘛，多在第二行的地方，那最后当然可以把它试一下，这个把它删掉，那把它跑一下，跑的话一样就是这个枢纽表执行，有没有历年切到折线图？这感觉还蛮 OK 的，那再来的话就是枢纽。表有了对啊，再来就枢纽图，然后再把两个串在一起，这样不就完成了？再来就什么，游标放这边嘛，然后枢纽分析表加个这个，然后呢把它选一个什么折线图，选这个按确定，然后再修改标题 ，OK，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我试试看好了，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就直接来录制好了，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就是一样录制句集。然后名称的话叫枢纽图好了 ，OK， 然后就做之前做的有没有？一先枢纽分析图，然后直条这个之前做过了按确定，然后上面名称的话呢，就是把它改成叫历年切到折线图。然后，并且把这边这个改成这个什么红色20号字出题，然后最后这样其实 OK 了然后把这个图例把它去掉，图例去掉，
就好了。OK， 好了，这样子简单一下下哈，我们只要有这个效果，然后把它停止。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多录一些，可以啦，你就自己再把它录。然后我只是简单试一下。好，那这个录完之后，就把它直接执行一下看看，枢纽图执行出来了。啊，所以哈，如果你要做到把两个二合为一的话，就是再加一个什么呢？历年窃盗折现图，那两个就把它扣枢纽表，扣枢纽图，哎，不就完工了？我看一下，这样就可以收工了哈。这最后还记得吧？应该可以。啊，我把因为它这个录制变 module 二了，我写在 module 一里面好了哈。啊，这边的话就是再增加一个叫一个 sub 叫历年窃盗折现图，一个 sub 好，然后这个叫历年窃盗折现图，然后就是直接怎么样？哎，它怎么没有出现 end sub？ 好，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 call 什么 ？call 枢纽表。然后底下就 call 枢纽图。好。应该完工了哦，这个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就录完嘛，你这个 OK 了，那图应该 OK， 图好像比较简单哦。好，那再来的话就把它两个二合，有点二合一这样的味道哦。那最后呢，记得先把这个先删掉，这个可能要手动删哦。然后我们 run 的话，可以从这边 run 嘛，历年切到这边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有了，这个也有了，啊，只是说图好像会。位置好像不太 OK， 不过之后我们再讲这个，我们先有，然后再来修改一些细项哈。啊，这个就把它删掉，有没有？啊，所以最后这边就可以再多一个什么按钮，叫历年窃盗折现图好了，宽一点好了，不然的话可能字太多，叫历年窃盗折现图。那记得哦，这个要先手动删掉，按一下。哎，有了，有没有？历年切到折线图，那把它删一下，按一下。哎，历年切到这里，这样子感觉好像就，哎，蛮好的哈、哦。就很多可能要做很多动作，一下子就全部可以把它一个按钮就完成。当然了哈、哦，我们有做三个图，所以你同样的方式可以再录制什么？可能啊，枢纽表那个表可能是各区的啦哦，所以可能枢纽表二吧哦，然后第二个你就是把那个动作做一下录一下，哦，然后改的部分都一样哦哦，还记得我刚刚改的地方吗？我刚刚主要是改那个可能比较难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个枢纽表下方哦。其实我是把 table detention 这边的什么什么拿掉的哈、哦，然后删掉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两行跟底下的 with 到 end with、哦、当然你那个 end with 到 end with 第一个那个不删也没关系，不过我是觉得那个有点多余，而且感觉程式这么多没用到，感觉有点像占空间，而且看起来程式本来其实也没做什么，就感觉很恐怖的样子，所以我还是习惯把它删掉、哦、好，然后再来就多这一行，这个的话有点画龙点睛，那你这个不加其实也不影响啊，可是加了，我是觉得会让你的这个效果更明显。它的很好记啦，就是目前的工作表，它的名称帮我改成这个名称 ，OK 哈、哦。所以同样的道理哈、哦，把它稍微改动一下哦，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这个历年窃盗折现图啊。后面其实还有两个，所以后面两个的部分哦，那就给各位哦当成是。练习吧，应该都一样哦，试试看哦。那细节我看一下，我好像在云端上其实也有放了，云端上我是也有放啊，这一行有啊，刚刚我打的这一行，在云端白板第18页这边也有哦。然后 table destination 这边呢、啊，我是改成这样子，好、哦，然后底下这些，所以差不多你也可以云端上也可以自己找到哦。那至于那个枢纽图了哦，其实录下来的我觉得蛮多地方要修改，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没那么多，所以之后的话我会再针对图的部分哦，再跟各位讲如何让你可以哦比较
做一些比较多的一个调整啊，但我觉得今天这样的效果应该也够了哈。好，那剩下的时间，我想就请各位哈，就把今天的练习试着完成哈。那今天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五个按钮，然后加上历年切到折线图啊，底下可能还有各区比例图，还有什么路接到前十名的直条图好了。啊，这个我想就自己再玩玩看哦。啊，今天也许还是有个作业吧，哦，你们就把那个作业缴交一下哦。啊，另外就是下个礼拜哦，会有一个期中的专题报告哦，也试着完成看看哦。那反正随时有问题的话，当然欢迎各位可以提出问题啦哦。但我看大家都蛮客气，都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我讲的太清楚了，还是你们不好意思问，还是怎么样 ？OK， 好，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啊，你们可以看什么方式再把问题提出来好了，或甚至你 YouTube 下方其实也可以直接把问题贴在上面，然后告诉我说可能影片的几分几秒什么问题，然后我看一下，哦，那我就可以随时回答你们，哦 ，OK。好，那剩下时间就给各位把这个今天的作业完成哦。